立委林楚英对着一场内边怒指边大喊：“谁？越喊越激动，整个眉头都皱在一块。但是蓝营攻占一场，连立委都进不去，怎么会有助理呢？” 国民党立委左看右看，到底哪来的助理？被林楚英眼神盯着的谢依凤也是一脸黑人问号，立志在讲我吗？他俩鬼啊！啊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快点，我们每一个都是立委，搞了半天，原来是把蓝委当助理。仔细看，这是国民党谢依凤，还有帮忙阻挡的蓝委郑正乾，同样是新科立委林楚英，不是蓝委，默默消失在镜头前。素颜进去，又穿着轻便，这也没有关系。以后我们会多跟林楚英委员互动。他们心中眼中可能根本没有其他在野党的。 委员存在，你们要打仗也要敌人要先搞清楚，好不好？委员也要大家加强一下曝光哈。朝野全五行，因为不是蓝委自嘲，都要检讨，也成了另类共识。记者简宏琪、陈文远、SN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